哎，田队长，这又不远，我就回去汇报一下。你怕啥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怕啥呀？我又不是带着队伍去捅八路去，我就不想你惹那个麻烦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不是，你放开！我手手有伤，你怎么老捏我手呢？不是，我说我还是回去汇报一下，汇报一下。哎，来，走开，走开，让开。 这么沉了，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呢？小心伤了胎气。哎呀，我也不想出来啊，但是这肚子不争气，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去看看郎中。你要瞧郎中啊，那找个人去帮你叫不就完了吗？怎么还亲自出来呢？所以说，这平常人来人往的，今儿也不知道咋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这肚子又不舒服，所以得自己去。我听说那田队长带着部队出去演练了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啊？哟。 我还真不知道，这该死的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。田队长也真是的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他还到处乱跑，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所以说，咱这女人的死活，这男人们哪管？是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正好上街上有事儿，干脆我给你去叫郎中，你看行吗？春花儿，不用，你看你这么忙，我都走到这儿了，我自己去可以啊。 不是我说你，你现在肚子这么大，就算下得了山，这回头上山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，还是我去跟你跑一趟。哎呀，春花儿，你看看，我这山里长大的，这点路真不愁走啊！放心。哎，田太太，这样正好我也顺路，我陪你一块儿去，来走。那感情哈，慢点，哎。 Thank you.
¡Sácalo!我先给你开一副药吃吃看啊。班长，好像是他们来了。罗江，放风筝，发信号。是。放高点。山坳里边呢，连长，咱快去找他们吧。弟兄们，就在前面呢，再加把劲儿，走！就在前面。加快脚步，快点！
长啊！田队长，哎，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。哎，班长，小德身为中国人，却给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狗腿子，这想起来惭愧啊。田队长，没什么惭愧的，只要以后啊，咱齐心协力打鬼子，啥话都好说。好。小朱，队长，欢迎欢迎。田队长，啊，不是说来实弹演习吗？是怎么带我们来投八路了？不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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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干了。都干什么？都把枪给我放下。各位兄弟，其实论起来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今天我以演习的名义把大家带到这儿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其实没什么大话，我就想给大家说几句心里话。小鬼子那么远到咱家来了，占咱的地，抢咱的粮食，杀我们的父老兄弟，欺负咱的姑嫂姐妹，天理不容。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跟日本人最近，我们看得最清楚。可我们都在干啥？我们给日本人当狗腿子，帮着日本人干坏事。老百姓从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不说，我们自己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宣布，我田小德参加八路军了。我要调转枪口，我打小鬼子。我干点对得起自己、对得起老百姓、对得起良心的事儿。你们说呢？是。好，我给大家把这话放出来。愿意跟着我田小德参加八路军的，我举双手欢迎；不愿意的，我绝不为难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位是八路军短枪班的左班长，我和他一起向大家保证，那些不愿意参加八路军的，只要放下武器，放下弹药，愿意去哪里去哪里，从此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各过各的桥。田队长，那我们现在能走了吗？刚才你们田队长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想走的你们可以走，我们不会难为你。但是有一点你们要记住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再次见面，那可就不一样了，生死听天由命。小德那不可惜啊，看来这一切都是在说对。哎，大哥，快说咋回事。小鬼子摸上来了。田队长，准备战斗。站。大哥，不好了。芳芳姐，对，芳芳怎么了？没进来。不是，路上太颠了，他肚子疼，怕是要出事儿。人在哪儿呢？就在后山。左排长，桑桑怀着孕呢。你别着急，这样，你带几个心腹赶紧去保护桑桑。刘忠，你马上去找万灵，记住，大人孩子都要保住。明白。快去。是。小喜子，所有的人都听左排长的。是。杨排长，带队伍跟我走。是。走。其他人跟我阻击小鬼子。走。媳妇来了，啊！怎么样了？
田队长，你别着急，你帮不上忙的。不是，小主，万一要出事，一定给我保住大人和孩子。我还能生。田队长，费医生在这儿，放心啊。你们男的，都走开，男的都走开啊！不是他难，是抱我媳妇儿，他弄的。哎呀，田队长，他是个女的。啊？哎呀，你们快点回避，快走。都要小红坠，啊，我帮我送。上山的八队是哪一个部队？那是咱们的人。怎么的？不不不，太君，哎呀，我被田小德给搅乱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都是田小德从咱们这儿带出去的人。我问的是准八队，从咱托里的，那是干嘞？啊，麻雀短枪班。麻雀短枪班？麻雀，麻雀就是那个，有翅膀，会飞，会叫。 会飞。哦，太君，你上山。太君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上山，告诉田小德，不要再打。不，太君，我不能上山。为什么？ 八路田小德他们都盼着我死呢，我就要上去，他们非扒了我皮不行。太君，你要死在这是吧？无伤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好，太君，走。 没事的，桑桑，好了。
好吗？罗三，谢谢师爷。秋竹，你怎么来了？何必全哥他们来接应你呢？田队长，啊，大人、孩子都能保住，你放心。太好了，你们几个人先给我走。这小日本平时看起来凶巴巴的，这打起仗来也不怎么扛打啊。这逃命的本事不比兔子跑得慢，是不是？不啊，我还以为小鬼子不怕死呢，咱们一冲啊，他们腿肚子照样发软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不。对，俺一直以为啊，这小鬼子是打不死，没想到，俺这一枪过去，小鬼子脑袋还不照样开花吗？就是。是。麻雀蛋，昨天上山的时候，捕副队长哦，就是那个捕蓝珠让你打枪的时候，俺还真以为你不会打，没想到你啥都会，打机枪也这么溜啊，有本事。俺呢，其实他不叫麻雀蛋，这名啊是我那天临时编的。俺大名啊叫侯聪，侯聪，侯聪，哎，哦，怪不得人家说猴子聪明，哎，对，人家这只猴子不光是聪明，那还会说书了，外号说书猴，说书猴。林有铁同志啊，如果你再像他们一样逗我，我就把你的外号也说出来，大伙儿大伙儿听听。哎，你们想不想听啊？想听，说说。兄弟，我看你平时像个大姑娘似的，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，冲得像个小老虎，我都替他害怕。可不，刚才我还在想来着，有句话怎么说？这个人不可貌相，还是不可斗量。这平时看你不言不语的，像个大姑娘。不过这打起仗来有一手，这一个怎么能顶我们两三个吧？是不是？是是，没没啥那啥，人家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朋友们，同志们，哎，我们这位林有铁同志，你们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外号叫铁姑娘。铁姑娘，真是姑娘。还要告诉你们啊，我们这个姑娘跟一般的姑娘可不一样，我们这姑娘她每次冲锋的时候啊，都在最前面。那子弹你们知道怎么着吗？子弹绕着她走。哎，你们说邪乎不？邪乎。哎，这说邪乎啊，其实也不邪乎，人家姑娘有人家姑娘的窍门。我说铁姑娘，你每次冲在前头，你就不怕子弹找上你啊？你给大家讲讲，你有什么窍门？我哪有什么窍门啊！你别听着臭猴子瞎说，无非就是打仗前先看好地形，知道怎么冲对自己有利，先冲出去呗。冲去之后，打一个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！这样，如果是你冲晚了，那敌人有防备了，你反而对自己吃亏了就。这打仗其实还是得动脑子。哎，这话在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们这位姑娘是不是跟其他姑娘不能比啊？比不了，比不了，不能比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打得不错。总班长，田队长，咋样了？没问题了，大人孩子都安全。哎呀，这边怎么样？这下好了。嗯，这小鬼子有一阵没动静了，不知道又在耍什么花招。刚才我在山下听着，这山上炮火连天呀，我担心我的人顶不住。你的人打得不错呀，弟兄们都是好样的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呀！田队长，我是捕蓝珠，别开枪啊，我是来给皇军捎话的。蓝珠，有话你过来说。我求报呀。行，但是别开枪啊！你放心吧。好，我出来了啊！我可没拿枪。弟兄们好，田队长，蓝珠，你又想耍什么花花肠子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敢。我来就是给铃木捎个话。铃木说，他不想跟你们打了，
他想跟你单独聊聊。少说话，少说你。好，你回去告诉铃木，我愿意跟他见一面。哎呀，田队长，但是你们不能打冷枪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们绝对不会打冷枪的。你让他上山吧，我马上下去。好，两军交战，不杀使者，不杀使者啊！你真的要去？我得去一趟。长腿子，大哥，去，牵匹马来。好。范玲，你跟北泉哥怎么样了？我们定亲了。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桑桑，你放心，北泉阁他们一定会打退鬼子的。嗯。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儿了，俺和柳子成亲了，是吗？这么说，你还欠我顿喜酒呢？是啊。怎么了？成亲可是好事，你哭啥？啊？柳子哥成亲的当天晚上就被鬼子杀死了。长腿子，听天耀德的。铃木，你还记得在红布牢房里那个用自己的血来喂孩子的那个女八路吗？告诉孩子，谁是他的敌人，他也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别血债血偿。不要误会，我们大人们皇上想帮助你们解放他，建设黄道路途，我们是朋友，明白？朋友，朋友，啊呸！これは一つの道具だ。この女が投降をして移転地を吐けばこの父はやる。もしも逆らえばこの父はやらん。我々が残虐なのではなく
この女がいかんのだよ。告诉你两个好消息。第一，我的媳妇儿桑桑是个女八流，一直都是。还有，我的孩子刚刚保住了，再有半年他就该出生了。如果你们还执迷不悟，我也会用我的血告诉我的孩子，把刀插在谁的心窝上。撤兵马，这场战争你们赢不了。赢不了？对，永远你们都赢不了。到此为止吧。站！放田小德走了，他可是背叛皇军的，应该枪毙啊！下次非崩了这狗日的不可！你在这儿迎接田队长。大哥，田队长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小德？左班长，完事儿了。我看这个铃木有点意思。对，铃木这个人和竹林不一样，他那骨子里还有善良的一面。弟兄们，从今天开始，咱就参加八路军了，把这黄帽子给我摘了。班长，班长。嫂子，对了，走。嫂子同志，对不起，大爷们，撤离，撤离。
朱林太君，您找我？你现在有多少个人？哦，太君，这个您比我清楚啊。红布边缘大队四个中队，600多人。你是的，完全在太平洋战场、亚洲战场全身齐进，你的编译队为完整效力的时候啊。太君您放心，便衣大队随时听您的吩咐。我叫你来只有一件事情。太君您讲。有你的便衣队抓拿马去帮。您放心，我已经放出了众多耳目，到处寻找麻雀斑的踪迹，探子现在已经回报了。麻雀斑在宜清路沿线万家庄一带活动。万家庄？对。太君，这我已经合谋好了，四面包围，将麻雀斑一网打尽。好，你记住，麻雀斑死的活的都可以消灭他们，全部消灭。嘿，就是这条公公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就是，要在宜清路这条路上进行扰地，这条路可是鬼子运输的大动脉啊。咱们这次啊，要给这些小鬼子搅得他不得安宁。好，就这么干，好好收拾收拾。对，朱林太君已经批准了我们作战计划，马上行动。王队长，到。你率领第一大队，从沂水城直插万家庄以东，堵住短枪班以东之路。是。钱队长，到。你带领第二中队，从沂水城直线向北，堵住短枪班以南之路。是。朱队长，到。你率领第三中队，兜住万家庄以西，防止短枪班向西逃窜。是。钱队长，到。你率领第四中队，从南至北，短枪班的一个都不要给我放掉。是。短枪班，你们这群小麻雀，就是插上翅膀，也飞不出老子的手心。都明白了吧？明白。马上行动。是是。今晚的行动计划就是这样。班大叔，嗯，你那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班长。嗯，我觉得咱这人手太少了，这事儿啊。五郎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一次啊，有万大叔自卫队的配合，我想问题是不大的。这一次啊，咱要充分发挥咱们麻雀斑短小精悍的特点，打他个小鬼子出其不意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情况不好，倒头方向来了一批二鬼子，气势很凶，少说得有200-300人。